丹南航空嘅拆桥专机今年嘅台湾载转350架，打造有前途嘅专业，咱嘅乘客几多几充，其中有5架系有新嘅经验架，28还有100架航空拆桥专机会载转230架。中华邮政公司统计，全台湾1299件邮票卖个全天3000件数量继续增加。除了年单季发18到25，用着白六的加班之外，会看十下来邮票发3000件、完3000件的情形，评估半年初期白六的加班么？交通部六月提出增加中国台六六家航点开放，为是航空公司用客机载服务人员。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年接受媒体电访讲，用班座海外配合疫情指挥中心，防疫停在优先。合肥飞龙门下总理有钱，第一阶段登记超过25万架，今年超多14万的特种兵，一下合作的点么已经有3372店。他会回讲，武汉市几多点么来参加？不过听着爱变作合作的点么过后，民众将做得的两件点么，用地有钱买东西。香港初半年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208例，头一排单日有3位数。香港泰国专家暗算，第二日单日确诊的数字会维持3位数的机会动态。卫生官员讲，市民系讲身体唔舒爽，很出门，医疗体内都有可能会病强强。